12月初8，下午4时整，日满青善会，杀江浩于办公室内。为什么要杀他？既然你留在祁门，这就是你的任务。可这是杀人的事，我不想滥杀无辜。江浩该杀，他强抢民女，霸占老百姓的土地，给日本人传送情报，和日本人做买卖。有了这个理由，他还无辜吗？他私通日本人，这一个理由就够了。这是你们第一次作为地杀接受任务，这次任务需要一个队长。月影，这只金色的匣子是你的，其余姑娘随意选一个匣子。把匣子打开。队长肩负的责任大，酬劳也多。只要你们顺利完成任务，匣子里的东西都是你们的了。你在找什么？落雪怎么没来？你看，这些都是跟江浩对过戏的花旦。他这个人有个嗜好，喜欢找刚刚登台的花旦，跟他们唱一出完全一样的戏，《霸王别姬》，然后就把人家给糟蹋了。这个人十恶不赦。这么说，要接近江浩，我必须会唱《霸王别姬》。对，这就不难了。咱们照葫芦画瓢，也给他来一出，能行吗？你不觉得这些女孩长得都很像吗？所以说，会不会唱戏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长相，长相要清秀，要年轻稚嫩。他这个人喜好这么明显，咱们只要抓住这一点就够了。你看，还有3天时间，希望能来得及。医院太平间和亲善会仓库直线距离200米，两者之间有一条废弃的下水道相连，下水道堵住了，你们要用炸药炸开路，30分钟必须炸开障碍，走出地道。江婉柔，你的任务是去实验室制造意外，掩盖炸药的声音。既然亲善会守卫这样森严，那我们这么大的动静，他们不会察觉吗？4点整，亲善会的办公室会发生一件大事，他们没有精力顾及到你们这里，所以你们要切记，4:05到4:10之间挖通仓库，拿到东西。